豆豆你好，你好。其实我觉得呢，整体的处理还是不错，但是我有一个小的建议哈，因为这是比赛嘛，所有的选手呢在来比赛的时候都是准备的非常的充沛的。那我的建议呢，就是下次再来比赛，特别是在自弹自唱的环节之中的话，就不要带谱子了。因为你带谱子的话，你很有可能就是你眼睛要看着谱子，就会影响到你的发挥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个谱子，我相信你一定都是烂熟于心的。可能就是有点不太自信，就一定要来看一看，反而这样看一看会影响到你的发挥。其实我知道这首歌不好唱，因为它的高低起伏有很多，它的情绪处理要特别的到位，所以我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，如果也是有自弹自唱的话，就不要带谱子了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豆豆，谢谢。马上让我们欢迎第三位的选手上台，许文达，今天要演唱什么歌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《想你的夜》。想你的夜又是一个要飙高音的大歌。加油加油！马上欢迎我们许文达带来的《想你的夜》。分手那天。我看着你走远，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，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，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，我们的我会为你放弃一切，想你的夜，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，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。哦，想你的夜，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，让爱再回知道
徐文达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刚才真的听得特别投入你这个歌，然后这首歌首先它是一个比较难演绎的一个作品，它里面分了起码有四个层次，你是一步一步的往上面递进，然后一步一步打进了听众的这心里面。然后我觉得唯一一个可能要揪的话，就是你那个真假声转换的时候，假声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声音特别好，但到后面有点就好像是干掉了，这是唯一一个问题。我觉得整体表达都是非常的棒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小徐今天带给我们非常完美的演绎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您这里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行我秀 3CW 澳大利亚华语音乐榜。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比赛的第四位选手，来自蒙古大草原的哈斯奇吉格，掌声有请。哈斯奇吉格今天呢带给大家什么歌呢？一首《岩杯》送给大家。好的，掌声有请。谢谢。Bye.